学开学，为了低调，我在学校侧门外几百米的地方就叫司机放下我。当我一个人呼哧呼哧的扛着行李箱进入宿舍的时候，正看见张娟在我位置的学习桌上显摆她的行李箱。我叫管家提前给我准备了他们的资料，周围围了一圈人。娟姐，你这个可是爱马仕的箱子哎，很贵吧？ 也不算多贵，我爸一直叫我低调，我才在箱包间选了这个 logo 不起眼的大家伙。没办法，箱包我就喜欢爱马仕的。张娟有意地摆弄着拉链上的 hermes 商标。哇，看来娟姐名牌包包不少啊，这么好，娟姐家不会是福布斯榜上的吧？张娟神秘一笑，不承认也不反驳。 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我要放行李了。我话音刚落，这群人都看了过来。哟，你这个箱子看着也挺洋气的，也挺贵的吧？张娟的语气略带夸张。这好像是义乌那边的产的吧？不到百元。我家有个穷亲戚就是卖这个的，一模一样。一旁的狗腿子听出了张娟语气中的意思。 开口踩道，张娟听了得意的笑了笑。我刚都问了，咱们这帮小伙伴的箱子都是千元起，最差的都是小米金属旅行箱。你也不要自卑，我过几天给你介绍个好兼职，努力干活，争取下个学期和大家在配置上都差不多。这话说的，好像我箱子。 不到千元都不配和他们做同学似的，娟姐可以啊，随随便便就能给同学安排个兼职，你还说不是大老板的女儿？张娟更得意了，低调低调。结果这帮狗腿子又是一顿臭捧。这个时候，我看到放在桌子上的爱马仕箱子。 发现这个箱子，爱马仕商标上有个画了一个 A 的记号笔印记，这不是我不久前生日宴会上拒收某渣男的高仿品吗？我闺蜜紫萱当时就怀疑这个箱子是高仿，所以就恶作剧般在这个位置做了个记号。是货，我太清楚闺蜜的笔记了，所以我断定这个箱子就是那个。 难道渣男把这个箱子又送给张娟了？事后我还查了下这种爱马仕货的价格，三千多，正品三十万多。望着我身边这个妈妈为了奖励我考上大而去法国哥雅专门定制的黑色箱子，才是真的三十多万。她是不是拿错了人生剧本？这个时候，门口突然来了大批老师。 为首的正是 F 大校长，哪位是紫星集团张总的女儿张同学？宿舍里的人都一愣，紧接着刚才那几个狗腿子直接把张娟推了出来。娟姐，校长叫你呢！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张娟就随即就迎了上去。校长您好，我爸给我经常说起您的德高望重呢。 这些年，那大在您的管理下蒸蒸日上，还叫我低调，尽量不给您惹麻烦。看了没有？这才是豪门大小姐呀、啊！啧啧，这谈吐，这气质，这群老师和张娟身边的狗腿子一起拍起了马屁，过誉了，过誉了，还要感谢你爸爸这么多年对大的资助啊！你爸太忙。 我今天只能向你代表阿、啊、大表示下感谢。之后，校长客套了几句就离开了。校长很有分寸，知道意思到了就好，毕竟太热乎影响就不好了。好家伙，我这就多了一个亲生姐妹呗！校长走了，但是很多同学和领导没有走。望着周围一群奉承的人，张娟脸上更得意了。 我爸说过，看一个企业是不是有价值，看的不是市值，而是对社会的价值。我一会就给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副总打电话。以后紫星集团在对外资助上要向 F 大倾斜资源。话音刚落，掌声雷动，学生会主席尤其激动。张同学。 我们大发今年的迎新晚会赞助还在跟紫星集团申请，您看是不是可以麻烦您跟那个经理说一下？张娟大手一挥，没有问题，我一会就告诉他们抓紧批。我一愣，刚才那个经理还跟我说这个事，我已经叫他通过了呀。看来学生会主席还没收到通知，好吧？你敢装逼！ 我可不想配合你。随即，一个短信过去了。F 大今年的迎新晚会赞助取消了。半个月残酷的军训过后，班级开始组织聚会活动，互相熟悉。生活委员开始询问大家的意见。一开始，大家计划找个人均四五十的轰趴别墅。 但是生活委员在网上浏览的时候，发现一个紫星集团旗下的高端轰趴别墅。这个别墅有泳池耶，还有日料自助，花园好好看。大家一边看着手机上的信息，一边感叹：“那里确实不错，我还在那招待过我的中学同学。”可惜太贵了，要是在那吃自助的话，每个人要五六百呀。 这就要看我们张大小姐给不给我们免单了。对，以娟姐家的身家，我们这三四十人去吃一顿饭，也不过是毛毛雨罢了。张娟听了，脸都急红了。这顿饭要是她出钱的话，要两万多呢。但是全班同学这个时候都看向她，她脸色立刻转为轻松。这算啥？去那里吃饭是看得起我。 还要啥钱？全免单！全班一片欢呼声。娟姐大气，娟姐，你是我女神。对了，张子欣，你周末也不要去兼职了。你也不要自卑，没进过高档场所，我会给你介绍的，不会叫你出丑。张娟反手又开始踩我，见鬼了！我余额宝里的九位数数字也不允许我去兼职啊。 被老妈知道了，我老爸又要跪键盘了。娟姐大度，张子欣，你做人可要感恩啊！平时娟姐有事，你得机灵点，这是叫我也当狗腿子呗？好，我去，我倒要看看这位张大小姐是怎么免单的。转眼就到了周末，全班同学都盛装来到了 S 市的乐颂轰趴别墅，果盘。 零食、饮料、各种酒、刺身、寿司等一应摆在吧台上。轰趴开始后，张娟身边围满了奉承的人。张娟得意的拿着红酒杯，高傲的环视全场，一副主人的姿态。这里的红酒太涩，我正好在家带来了两瓶拉菲，大家尝尝吧。哇塞，传说中的拉菲爱！ 娟姐就是娟姐，就是这么上档次。拉菲不就以苦涩而出名吗？张娟笑着给身边的人都倒上一点点。张子欣，你也过来喝点，机会难得，这个时候不喝，以后你可能都喝不到了。合着我没做他舔狗，我这辈子都是穷命了呗。不过据我估计，他可不像是随便喝真拉菲的人。 好啊！我走上前，给自己倒了一点，轻摇酒杯，然后用舌尖一品，顿时一股粗糙的口感直接冲进嘴中。我摇了摇头，这和我平时喝的拉菲味道可不一样呢。真的，拉菲都是有股浓重的橡木味道，而且感觉柔顺丝滑，层次丰富。这个酒这些都没有。 娟姐，好心请你喝这么贵的酒，你摇什么头？你不会说你喝过比这好的红酒吧？哈哈，笑死个人！张娟和他的狗腿子们一起哄笑。我摇头是感觉这酒味道不对。我之前在一个红酒专卖店做过兼职，还真喝过不少红酒。给你点颜色，你还喘上了？你凭什么说这个酒是假的？ 张娟脸色有点不好看。很简单，我看这个酒标志是二零一六年份的，而拉菲酒庄在二零零九年以后生产的酒都带有气泡密封章，密封章上有一个气泡代码，十三位识别码以及查询网址，只要把识别码输入网站。 看网站显示的气泡码和密封章上的气泡码排列形式是不是一致就好了？有个同学拿起酒瓶照着做了，结果网站显示的气泡码和这个酒瓶密封章上的排列根本对不上。张娟脸色瞬间通红，没想到这个无良商店竟然卖假酒给我。娟姐，我们直接打电话给工商局吧。 这种商家就该严惩。嗯，还是算了吧。现在经济大环境不好，我就给他们一次机会吧。可惜，我本是想叫大家尝尝这世界名酒的。张娟故作姿态，其实也不用留下遗憾。我刚才看了，这个轰趴别墅酒柜就有大拉菲。我将军道，张娟眼睛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娟姐。 开一瓶，开一瓶，众人起哄起来。张娟咽下一口唾液，大手一挥。服务员，一个长相和张娟有点像的女服务员跑了过来，直接给张娟鞠了个躬：“小姐，您需要什么？”张娟却有点不敢看服务员的眼睛。听说你们这有拉菲酒，给我来，来一瓶。服务员吃了一惊。 小姐，您确定要开一瓶拉菲吗？“确定”两个字说得很重。确定。张娟眼神更加飘忽了。娟姐，一瓶怎么够？还是开两瓶吧，叫大家都尝一尝。是啊，是啊，这些对娟姐来说不过小菜一碟。两瓶，给我开两瓶。张娟听到这里，眼神发狠，干脆地说道。 服务员听到这里，眼神骤然泛红，答应之后就离开了。之后，同学们都抢着去品尝拉菲了，张娟却被服务员叫走了。在员工区域的走廊里，我听见服务员的声音，我随即开了手机录音：“小娟，你怎么能这么任性？我在这工资不过每月五千块，这次我能赊账。” 是我跟经理苦求来的，一瓶酒就是我整整两个月的工资啊！我将来八个月都不能领工资了，这八个月你生活费怎么办？服务员一边说，一边低声抽泣。姐，那我也不能在同学面前丢了面子啊！要是被戳穿，那我以后可还怎么做人？好了，这八个月我们忍忍就过去了。 我随即回了大厅，这时微信传来这个别墅经理的信息：“大小姐，这个服务员要求继续赊两万多的酒，能批吗？”“准，好戏才刚刚开始。”很快就玩到了晚上，大家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女服务员提前跑进来，跟张娟鞠了一躬：“大小姐，账单已经走完了免单程序。” 您今天玩的还满意吧？张娟脸色却很坦然。不错，我会跟你们上级说的。这个月给你们多发奖金。女服务员直接鞠躬九十度，感谢。啧啧，这就是人上人的待遇啊！对对，娟姐就是真正的公主，一帮人都在拍马屁。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我怎么看见这个女服务员在擦眼睛呢？ 刚走不远，大家看见对面有个豪华的 KTV 会所，大家感觉意犹未尽。这次聚会的钱还没花，要不我们去对面 KTV 继续嗨吧？好啊，今天娟姐可得多唱几首拿手的歌。我们早就听说娟姐可是我们 F 大小天后啊，这捧的是越来越特么离谱了。张娟在宿舍经常哼哼。 那感受是真销魂。大家簇拥着张娟来到 KTV 二楼大堂，一问才知道现在是晚上高峰期，没有了大包厢。这个时候，我好心的指向了旁边的易拉宝冲广告上的紫星集团标志：“你们看，这家 KTV 也是紫星集团旗下的。”大家一问前台，果然是娟姐。 你们家真是家大业大，这么繁华的地段，到处是你们家产业。张娟脸色有点难看。我们家产业太多，我都记不住了。一边说着，一边着急地捋着自己耳垂边的头发。你们这些服务员怎么办似的？这可是你们家大小姐，没有大包间，不会想想办法？怎么这么没有眼色见？ 张娟身边的狗腿子们立刻嚣张了起来。对不起，我们老板亲属来的话，都会提前通知。这次我们服务人员听到这里一惊，赶紧解释道：“张娟脸色大变，啊，这次来的突然，我还没来得及通知。”然后赶紧走到一边，拿出手机，像是联系什么人。 但是我看他焦急的像个热锅上的蚂蚁，我也掏出了手机。不一会儿，服务员收到了我的信息，他脸色变了几遍。对不起，我是新来的，不认识大小姐。刚才收到通知了，现在就带大家去给大小姐长期预留的 VIP 包厢。大家进入之后，发现果然金碧辉煌，屏幕是满墙的。 沙发真皮的，连话筒都是镀金的。娟姐，你会享受了吧？这才叫奢华呀！对呀、啊，也不想想娟姐那是谁？张娟在众人肉麻的吹捧声中，红光满面，貌似已经真把自己当紫星集团大小姐了。这个时候，大家一起吵着先叫张大小姐来一曲。 张娟这个时候却拿起话筒，起是三起三落，就是不唱，脸憋得有点红。因为人多，有人把门打开了。这个时候传来隔壁包间的一声野狼般的嘶吼，张娟直接话筒一摔，这声也太要命了，我这刚酝酿的感觉都没了，不唱了。张娟话音刚落。 他身边就蹿出好几个狗腿子，直接推开对面的门。你们这是唱歌还是特么狼嚎啊？都影响到我们娟姐发挥了，再这么嚎叫就滚出去，别唱了。大家也跟了过来。对面是个小光头，胳膊上描龙画虎的，我认识，我家有他的资料。隔壁苏省的一个地下老大的独子。 人送外号“太子刚”，听说他在苏省很霸道，脾气是出了名的火爆。我去特么的！你们这些崽子是谁呀？直接摔了一瓶红酒在坚硬的长桌上，红色液体到处都是，有些直接溅到了张娟的脚上。你死定了！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紫星集团的张大小姐。 这个 KTV 就是紫星集团的，你特么今天麻烦的大了！太子刚听了一愣，脸色大变。你们怎么证明他就是紫星集团大小姐？对方质疑。看了吗？这个八千八百八十八的 VIP 包间可是紫星集团大小姐专用的。娟姐不是谁是？恰好一个新来的服务员前来给包间送果盘。 根据大家示意，直接走到了张娟面前。大小姐您好，这是我们专门给大小姐准备的，都是今天空运来的高级水果，都是其他 VIP 包间没有的。我一看，都是红宝石、罗马葡萄、草莓皇后、静冈甜瓜、纸橙、神秘果等稀缺水果。也是，我并不常来。 上次来还是前年，这里的新服务员不认识我也正常。这下可是实锤了！您真是张大小姐，这下太子刚有些害怕了。毕竟比他们家还厉害的地下势力，我爸已经干掉好几个了。张娟高傲的点了点头。我真不知道是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您道歉。说完就直接鞠躬。 慢着，我们娟姐什么身份？你道歉就想完事了？这几个最活跃的狗腿子看对方服软了，更加激动了，手舞足蹈。你跪下，给娟姐把脚上的酒舔干净。太子刚一听，脸涨红，红到了耳朵，不甘心的说道：“张小姐，真要这样吗？”张娟现在也嗨了，不干是吧？行。 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就问他宝贝女儿被人打了，他要怎么办？张娟直接假模假样的要给我爸打电话，别<爹>！我舔太子刚红着眼跪了下来，捧着张娟的脚一点点地舔完。这个时候，张娟好几个狗腿子竟然露了相，太子刚身边的人见状是敢怒不敢言。 这个时候，张娟已经嗨上天了，全身都开始颤抖。众目睽睽之下，张娟最后竟然直接把脚趾塞进了对方嘴里搅了搅，然后一脚踹到对方脸上。太子刚已经羞愤难忍了。嚣张完后，张娟等人满足而去。我落在后面，看见太子刚等人已经气得发抖。 立刻打电话给了自己老爸：“喂，老爸吗？你儿子彻底栽了，你要不给我出头，我就去死了算了。”不一会我微信群、朋友圈就疯传地下势力小太子舔一个女人脚的视频。我知道一场风暴就要来了。当晚我就接到了太子刚老爸的电话：“不好意思，张小姐。” 这次是我们家刚子不对，您看这个事怎么做才能过去？只要您说出来，我绝无二话。语气有些谦卑。不用，那个女人根本不是我，她是冒充的。什么？在 S 市还有人敢冒充您，还这么羞辱我们家刚子？张小姐，我今晚就去把她收拾了，顺带给您出气。听得出来。 声音在压抑着愤怒，别，犯法的事你可别粘连到我。我已经准备过几天合适的时候揭穿他，到时候你就可以对付他了。至于你家太子刚的视频的事，我今晚叫我们集团公关部门以霸凌受害者隐私的理由去和各大网站交涉，下架所有相关视频。电话那边对我感谢再三。 挂了电话后，这时一些平时的闺蜜好友也来信息，问视频中的脚是不是我的，我都回复模棱两可。呵呵，张娟装逼装的还不够高，我怎么好提前揭穿她呢？第二天上午，大家上课已经不听老师讲课了，都在班级群里热烈讨论朋友圈疯传的太子钢舔脚视频。 娟姐也太牛逼了吧！这说明啥？娟姐家不仅仅是有钱，而是更有势力，所以娟姐就是 S 市小公主，谁敢惹都得跪。看到闹得这么大，张娟脸上不禁有些慌张，甚至有些害怕。哎，这么这些视频都打不开了，这多没意思！大家都在群里问张娟，低调。 低调，我爸经常跟我说要得饶人处且饶人。是我叫视频网站下架的。这么说，这帮狗腿子们更沸腾了。娟姐牛叉，某音、某微这种世界级企业都可以轻松摆平，娟姐威武！看到这里，张娟又得意了起来。下午开班会。 学生会倡议大家给重庆火灾捐款，而具体款项和大额捐款人名单会在周六的迎新晚会公布。大家都准备几十、一百的样子。当轮到张娟的时候，大家都一脸兴奋的看他要捐多少。张娟神秘一笑：“我已经把钱直接给学生会了。我爸一直叫我低调。” 我这次是匿名捐款，得，我也是服了。一到关键时刻就说自己要低调，我之前怎么不知道这个词这么好使呢？不过我好奇的是，他怎么知道我这个真正的张家小姐匿名捐了巨款呢？下课时，张娟着急到了楼上的空教室去打电话了，这里是八楼，很高。 一般没课，大家都不会来这里。我悄悄跟了上去，照例开了手机录音。桑哥，张家大小姐真没在这个学校吗？昨天那个视频疯传，我害怕张家知道会查呀。张娟声音有点颤抖。放心吧，我叔就是他管家。他虽然被大陆取了。 但是为了躲那些富二代们的骚扰，实际上出国留学了。之前不是给你说了吗？张家为了伪装他在 F 大，我叔还以张同学的名义捐了二十万。对了，你这几天冒充张大小姐，爽上天了吧？呸！说什么呢你？张娟的声音竟然开始娇媚了，这就是在调情吗？桑哥。 你可要及时给我说张家那边的信息呀、啊！张娟边说边撒娇：“没问题，只要你听话。”原来如此，这个张娟口中的桑哥应该就是王桑，是我家管家王叔的侄子。看在他叔叔的面子上，我让我爸给他安排了个工作。谁知这个家伙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我对他有意思。 叫我烦不胜烦。更有意思的是，我今年生日，他死皮赖脸地求他叔叔要参加，结果送我一个高仿的爱马仕香包，结果被我闺蜜当场拆穿，现场拒收了。他走的时候灰头土脸。从那以后，我就警告王叔，以后不能叫他骚扰我了。我在国外留学，应该是他叔叔故意骗他。 这一切都解释通了。第二天早上，彻夜未归的张娟回来了，大包小包带回了很多。我看了，都是千元左右的衣服、化妆品等。娟姐买这么多衣服啊，看起来都是好料子耶，真羡慕死我了！哇，化妆品也都是大牌，还有海蓝之谜。狗腿子们及时奉上吹捧。 这都不算什么，都是些小牌子。这不是因为家里叫我低调吗？我原来在家里用的可都是品牌高定。张娟脸上神情得意，得低调这个理由又上线了。其实张娟之前的衣物并不少，但是我却知道那些不过都是百元左右的网店款。自从冒充我的身份后，为了维护她的豪门人设。 他可是把之前的衣服全扔了。对了，娟姐，你怎么买了十几套黑的内衣？你没看到宿舍垃圾桶每天都有内衣吗？因为我们娟姐每天都穿新的，穿过的就扔掉了。狗腿子一脸崇拜。没错，你们知道，有些高档内衣是不能水洗。再说这么隐私的东西，我又有洁癖。 张娟嘴上故作为难，眼神闪过一丝炫耀。社会我豪姐，这才是真正的豪门大小姐，终于见识到了，这更叫女生宿舍这些狗腿子惊呼羡慕了。呵呵，我可知道王桑是什么货色，他可养不起现在的张大小姐，后面可能有好戏看了。晚上上自习的时候。 学生会主席来找张娟了，娟姐，我最近跟你们集团申请的那个赞助一直没有回复，您看。张娟眼里有些慌张，怎么可能？我很早就叫他们通过了呀，这帮废物，干什么吃的？我打电话问问他们还想不想干了。说罢，再次上楼去打电话了。我确实不用再次跟踪了。 直接点开手机一个软件，就显示出了王桑的手机界面。是的，为了防止他泄露什么不利于我的事情，我叫技术人员帮我搞定了这个监控。张娟，桑哥，你之前不是跟我说紫星集团已经批准了给 F 大的迎新赞助吗？张娟，现在还没批下来，学生会主席都来找我了。 王桑，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是刚才得知集团取消了赞助。王桑，你自己装的逼，自己弄钱补上呗。王桑，你要没钱，我这有联系方式，贷款的财务公司的张娟。我远远的看见张娟在那里着急的团团转，又打了个电话后，急匆匆的走了。 难道他真的去弄高利贷了？第二天一早，张娟当着同学的面直接转账给了学生会主席十五万。我问了，是企划部来了个新人，是他忘记了。我已经叫他们处理他了，这是走流程，太麻烦了。我还是直接给你吧。学生会主席是千恩万谢，这个家伙惹谁不好？ 惹我们娟姐，她是不知道在吃谁家饭了。张娟大方地一挥手：“今年找工作不容易，先放过她了。”娟姐慈悲。啊，这这拍马屁都上升到了神佛的高度了。周六晚就是迎新晚会的时间，F 大所有新生都参加了，四五千人，还有上百的老师和学校领导。 举办晚会的操场到处都是紫星集团欢迎新生的横幅，看了没？这紫星集团就是我们娟姐家的。娟姐，这也太有场面了吧！这算啥？一会表彰捐款的时候，娟姐上台，那才叫场面。张娟的兴奋直接写在脸上了，抿着嘴一个劲说：“低调，低调。” 晚会一开始，先进行了一系列节目进行暖场，但是我看到张娟已经按捺不住了，恨不得节目赶紧结束。千呼万唤，学生会主席终于出来了，我看张娟长舒了一口气，随后开始宣布各班级捐款总额，还有大额捐款，最后念到了张同学二十万。 全场最高，引来一阵阵惊叹。这是哪位神豪啊？真特么有钱啊！听说是个白富美，我都想跪地求包养了。这个时候，学生会主席问这个捐款者愿不愿意上台。同班的狗腿子们开始起哄，往外推张娟。娟姐，娟姐，张娟假意推脱两下，就上台了。 在全场的掌声中，在聚光灯下，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张娟意气风发，像只骄傲的白天鹅。这些其实算不了什么，只是在灾难面前尽点微薄之力罢了。金钱是有价的，而爱心是无价的。在爱心面前，人人平等。今晚我们全那大的同学都是好样的。张娟越说越兴奋。 听说这是 S 市首富的女儿，啧啧，这个谈吐，这是真正的白富美呀！张娟听到这些，神色更加的一急了。张娟要下台前，主持人跟她说有个神秘惊喜，张娟也一脸憧憬的等着所谓惊喜。学校这是要给娟姐颁发奖励了，狗腿子们起哄。就在这个时候。 我爸在校长的引荐下从后台出现了，但是首富来了，场下引起了轰动，但是张娟脸色却是惨白，全身发抖，狗腿子们却是很没有眼色。娟姐的老爸来了，娟姐和张总抱一个，张娟听了更急着要下台了，却被男主持人给拽住了，盛情挽留。 张小姐，不要害羞，放心吧，张总一定会夸奖您的。把他硬生生推向了我爸面前，张娟却涨红了脸，低下头，不敢说话。校长说：“这不是张总的千金吗？怎么见到你老爸了还不好意思了？”我爸是冷冷的看了一眼张娟，转身拿起了话筒。我这次来主要有两件事。 一个是面对新一届的学生，我要新设一个一千万的奖学金项目，为 F 大添砖加瓦。第二，我听说有个张家大小姐在学校和社会上很高调，这很不符合我们张家的家风。张总，贵千金入校以来表现可是一直不错。校长插话为她求情，你误会了，眼前这个并不是我女儿。 我并不想跟他说什么。另外，我要奉劝大家要脚踏实地，不要爱慕虚荣，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全场哗然，校长都气得发抖了。什么？张娟竟然不是紫星集团大小姐？这么说，这个捐款的张同学也不是他喽？好扯呀！真无耻了。 哪有这么爱慕虚荣的人？下面的咒骂声开始蔓延，现场更是人声鼎沸，矿泉水、石子全都往张娟方向抛去，完全乱了。校长一脸严厉地走到张娟面前：“你跟我去趟办公室。慢着，我这里还有两段录音，可以帮你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爸当场用手机把两段音频给校长转了过去，这当然是我给我爸的。然后我爸朝我投来鼓励的眼神，意思是我干得不错。我却傲娇的转过头去，这老头子能不能这么明显？被人怀疑我的身份怎么办？我可不想招蜂引蝶，特别是那些马屁精，看着就烦。 当晚学校就出了公告：，某娟同学爱慕虚荣，到处欺骗，违反校规，破坏校风，有违公序良俗，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做出开除学籍决定。这个事情彻底闹大了，当晚上了当地的热搜，某音上都是嘲讽他的声音，有些过去认识张娟的人。 认出了他，于是各种张娟过往和家庭背景被发到了校园论坛和各大微信群、朋友圈。脏兮兮的校服，杀马特的造型，破败的住所，这就是豪门大小姐的过往。嘲讽更加激烈了。就这，家里连个小康都算不上，还冒充千亿豪门大小姐，她怎么想的？ 脑子进水了，我们班级群更是信息报个不停。这就是癞蛤蟆的身子，却一直做着天鹅美梦。这种爱慕虚荣的垃圾，怎么进了我们班了？成了他的同学，真是耻辱啊！骂得最欢的反而是之前的狗腿子们，尤其是女生宿舍那几个，阴腔怪调，真是瞎了眼。 把这么个玩意当成了白富美，最可气的是，我们怎么说，他还敢应，不要脸，我饶不了他。最后大家一致要求班长把张娟踢出班群。张娟消失了几天，后面来学校办理手续，回到宿舍拿衣服，人彻底萎靡了。但是他昔日的狗腿子们可不放过他，你还要个脸吗？ 你还是张家大小姐，你要是那我不是真正的公主了，做个人吧。想想前几天你装逼的样子，我都想吐。对不起，对不起，我再也不敢骗你们了。张娟吓得直鞠躬道歉。张娟身边爱马仕的行李箱被一脚踢翻，里面的衣服、化妆品散落一地。就你这狗屁爱马仕行李箱！ 我看是假的吧？张娟吓了一跳。是是，仿德，你还真有心思给我们显摆是真的。你的脸呢？站好，给我们几个好好忏悔，要不然你今天走不出宿舍了。最终，张娟哭着跟每个女生鞠躬道歉：“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虚荣心作祟，我不该骗你们，我就是癞蛤蟆。” 我就是小丑，说着一切他能想到的卑微的话。狗腿子们录下了视频，于是，一个张娟流泪鞠躬道歉的视频又开始在校园流传开来。虽然张娟走了，但是他的信息我还能不断收到，比如王桑的手机。王桑，你这个贱货，你在学校装装逼就可以了，怎么还惹上了社会大哥？ 太子刚你也敢惹？我刚被他弄完，叫我把你所有的事都交代了。张娟，桑哥，你可得救救我呀！都是别人撺弄我做的，我也不想啊。我现在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王桑。别说了，贱人！刚才公司给我打电话，把我给开了。现在我叔都不接我电话了。妈的，我都被你害死了！ 你好自为之吧，我也就不聊你。说罢，王桑把张娟拉黑了。是的，是我叫人开除了王桑，还把王桑的信息告诉了太子刚方面。据我所知，虽然学校退还了他的捐款，但是也堵不住他之前疯狂消费造成的大窟窿。果然，过了几天。 就有十几家网贷平台的骚扰电话打到同学这里，大家更是无语了啊！这个贱人竟然把网贷联系人写了我的名字，他这是多不要脸呢？他怎么不去死？这几个同学更是把催款信息发到校园论坛、某音和朋友圈，并且附上警告：“张娟，赶紧来还款。” 网贷的人再来骚扰我，我就打你父母电话了。班长那里可有你的很多信息。后来他们有没有打没打给他父母，我都懒得关心了，只是听说他父母和姐姐被他连累的够呛，他的老家和亲戚都知道了，他爸妈已经不认他这个女儿了。我又想起了他那个可怜的姐姐，怎么说也是我们家的员工。 我悄悄给了他姐姐汇了十万，算是帮他摆脱了张娟留下的烂摊子。而太子刚则是从王桑那里顺藤摸瓜，弄到了张娟裸贷和高利贷的所有权。不久，在国产小电影界就多了一个叫张大小姐的演员，面容酷似张娟。听说因为气质高贵，演豪门大小姐很像。 在圈子里小有名气，自然这种电影大学宅男们是最关注的。这不是张娟吗？我擦，这么就从千亿豪门大小姐堕落成风尘女了。后来女生们也知道了，这个贱人啊，环 T M 是我曾经的同学，感觉自己吃了翔。谁再说她是我同学，我特么就翻脸了。 几天后，张娟的贴吧热度又有了，只不过镇楼的是一张张小电影封面。再后来，听说去了泰国，有人在芭提雅见过神似张娟的人，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整了容，身材完全变了样。男性很喜欢那种，后面就再也没有了消息。而我继续低调的在 F 大充实的过了四年。 大四找工作的时候，那些狗腿子大都投了紫星集团的简历。毕竟大公司待遇好，机遇多，尤其对女生来说更是具有吸引力。当他们大热天的在学校招聘会满头大汗排队的时候，我故意叫招聘的人慢点、仔细点。然后当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面试完之后， 我悠闲地在紫星集团的副总办公室，拿着那些狗腿子的求职简历，惬意地丢到文件粉碎机。在毕业典礼上，我爸亲自来了，全场轰动。原来传言是真的，张家大小姐真的在 F 大读书。我们得看看究竟谁是紫星集团大小姐。当我穿着学士服，在校长手中拿过毕业证后。 我爸潇洒的走上台，捧着鲜花送到我手上。真的，张家大小姐出现了。张子欣，你真够低调的呀！校长赞赏的说道：“什么？张子欣才是张家大小姐？是了，子欣、子欣、子欣就是子欣的谐音啊！人家早就告诉我们了呀。看了吗？假冒的才高调，真的反而低调。” 这就是传说中大家族继承人嘛，谦虚、低调、实干、有涵养，这已经不是白富美了，她就是我的女神啊！当我下台后，面对大家的质疑，我也想起了张娟那句口头语：“低调，低调。”老爸听了更是哈哈大笑，至于那群狗腿子们，则是如丧考妣，想上前来套近乎。 抱歉，我不认识。潇洒离去。故事二：班级群里不少同学正为实习和找工作发愁时，彭丽丽宣布了她入职谋士集团的喜讯。为了庆祝，特意包房请全班同学吃饭。群里一下就炸开了锅，有惊讶的，有质疑的，有吹彩虹屁的。真的吗？ 驰名中外的谋士集团，员工年薪人均五百万，从不九九六，福利待遇极好，很多人挤破头都难以入职的那个顶级神仙公司。不过听说谋士集团员工百分之七十都是海外名校毕业，国内名校也招，但对大学绩点要求非常高。丽丽，你大三时好像挂过科吧？ 六番了，丽丽能入职谋氏集团，说明她天赋异禀，不然怎么可能过得了谋氏的五轮面试？大三时，丽丽不小心挂了科，还不是因为忙着专利申请？谋士一定是因为丽丽的才华相中她。大家先期待一下今晚的大餐吧。彭丽丽发了个比心的表情，接着说。 今晚会在五星级私房菜馆请大家吃饭，大家一会来找我领手牌，手牌丢了可是进不去的哟。对了，和我同宿舍的等我回去亲自发。O M G，五星级私房菜馆，这应该是我们毕业前吃的最奢华的一顿了。丽丽，你太豪了，真不愧是谋氏集团百万年薪的员工。 我要和你使劲贴贴，发手牌的方式好有仪式感哇、啊，就像去参加顶级晚宴。谢谢力宝带我们体验上流生活，到时候我要多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小意思了。今晚还会有神秘嘉宾哦，到时候说不定你们也有入职谋士集团的机会。彭丽丽又释放出重磅消息，天呐！ 那我得把压箱底的名牌衣服拿出来穿去入席。丽丽，我可以带简历去吗？大家 enjoy 就好了。今晚见哦。彭丽丽再发了消息和表情包，期待。半个小时后，彭丽丽回到了宿舍，亲自把两个手牌给了没有在群里发言的李岩和秦妙妙，他们都没理。彭丽丽把手牌放在桌子上。 他走到正在刮彩票和吃烤冷面的我旁边，叹了口气：“沈哥，真不好意思呀，私房菜馆位置有限，只能让你落单了。如果你非要去，站着吃也行，但好像有点不体面呢。”我刮完彩票，最后一个数，嚼完嘴里的烤冷面，才慢吞吞地看了他一眼。“哦。”他捋了捋刘海，“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买十份烤冷面作为补偿，刚好你也爱吃，也挺符合你身份的，我没恶意哈。我知道你会很为我开心，不需要。我脸上锁着微笑，意味深长地看着他。恭喜你，下午李岩和秦妙妙约我去校招现场碰碰机会。班级群里又因为彭丽丽发红包炸锅了。 原因是他想请大家帮忙安慰一下不能去私房菜馆吃饭的我。沈哥好像有点不开心了。同一个宿舍的，我也不想和他生分了。实在是位置不够了呀。群里的狗腿你一言我一语的劝说我，让我不要生气，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去。无语了，我脸上都锁着微笑，恭喜他了还不够。 现在这么一弄，反倒去不了的，我还变成不大度的人了。秦妙妙替我骂道：“彭丽丽故意的吧？她是不是有病？”李岩没来及看手机，着急的喊：“我们过去递简历和面试。”我摆了摆手：“我就不和他们抢机会了。毕业后，我还有一个集团等着打理呢。” 所以就打算先回宿舍，一边吃东西，一边回队群里的智长。刚进门，我就看到彭丽丽正在她桌前补口红，她的床上也摆了新铺盖，一副要搬回宿舍住的姿态。彭丽丽看到李岩他们没和我一起回来，便得意搭腔道：“沈哥，其实私房菜馆的位置完全够。” 我就是故意不想让你参加的呢，呵呵。所以呢，你以为我看不出来？说真的，私房菜馆我早就吃腻了。你如果请我去吃猪八戒同款人参果啥的，或许我还有点兴趣。说完了吗？别耽误我刮大奖！昂、啊，彭丽丽被呛，大声道：“你这个只配吃路边摊的人，嘚瑟啥呀？” 表面一副高清样，装品学兼优，占着全班第一不让。私下却坐进老男人的宝马，被甩了，在这天天刮奖做白日梦，一条路走不通，开始另辟蹊径了。你不会以为你锦鲤附体吧？我干笑了一声。彭丽丽气急，把我刚刚买回来的章鱼小丸子打翻在地。谁让你笑了？ 还脸吃东西呢？你，你第一名又如何？赫赫有名的谋士集团，现在入职的是我。你眼红了吧？我收了笑，直接上手给了他两巴掌，捡起来，然后立刻给我道歉，再赔我两份。彭丽丽捂着脸，跑去宿舍门口看了一眼，然后转身朝我低语：“我看到你这张脸就觉得恶心。” 你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要求我道歉？你打了我，还想让我道歉？现在你的狂怒无能，只是说明你真的急了。是的，我急了。我生平最讨厌浪费食物的人。我把地上的章鱼小丸子扫进垃圾桶，然后像发射子弹一样，把一整桶垃圾全扔到穿着一整套新裙子的彭丽丽身上。 首先，我考全班第一是凭着真才实学考出来的，你有本事就考赢我。其次，无凭无据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再乱说一次，等着收法院的传票。最后，你说我配不上吃你请的饭，出自真心，对吧？彭丽丽左闪右躲的听完，张狂低笑。沈哥，你再发一种狠心的疯。 你是在自取其辱吗？我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再告诉你一遍，你不配。你现在弄脏了我的香奈儿新裙子，那我也就不必赔你一份。哦不，两份路边摊了吧？我们算两清了，确定不赔？不后悔？我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我为什么要后悔？他的瞳孔渐渐变大，我撞开他的肩膀。 回到我的桌子旁，行，你不后悔就好。李岩和秦妙妙在彭丽丽走后回到宿舍，拿着给我买回来的关东煮哄我吃，让我不要不开心，不要和彭丽丽那种人计较，因为会浪费时间，浪费情绪。大一到大二，我常去公司，不怎么回宿舍住。 反而李岩和妙妙他们和彭丽丽关系不错，后因为彭丽丽两次抢了李岩的奖学金，再到他们闹崩，才见识到彭丽丽的心机。大三之后，我不咋忙了，开始回来常住，反而彭丽丽搬出去住了。我叹气道：“我才不会生气，我只是觉得好笑，请人吃一顿饭搞得那么大张旗鼓。” 可能还不是他买单呢，估计会应了那句老话：越缺少什么就越炫耀什么吧。那我们就不去了，可千万不能配合彭丽丽演戏。李岩提议，秦妙妙举手，我附议。我心中一暖，劝住他们，就当改善伙食吧，不吃白不吃。而且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他口中说的神秘人物是谁。 彭丽丽能入职谋氏集团实在是太让我费解了。李岩，你不生气？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要去刮彩票了。我上周刚算过塔罗牌，说水瓶座本月好运爆表。要是没中，我罚我自己不能吃一个星期的串串。果真是个小馋猫。如果真有特别好吃的，我们会给你打包的哈。 以及给你拍那个神秘人物的照片回来，我连连点头的送走了他们，然后躺在床上睡了个美容觉。起来后又去学校的美食街吃了肠粉，实在是太好吃了。回集团上班后可不太方便吃了呢。我狂吸了一大口珍珠奶茶，摸了摸我已经变圆的肚子，准备起身回宿舍时。 收到了李岩他们给我发回来的照片，我点开神秘人物 JDP 格式的照片，我把照片放大了看，换了一套新裙子的彭丽丽正在和一个男的喝交杯酒，而那个男的侧脸很像我那个刚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表哥，我给助理打了个电话，确定了那人就是我表哥某远。 以及知道了他给彭丽丽开了绿灯进我谋士集团实习的一些细节，我问李岩他们：彭丽丽有提下午在宿舍被我打的事吗？没有耶，你打他了，太猛了。不过他好查呀，他在饭局上说他最好的朋友是全班第一名，但因为他个人的失误没出席。 还说你们在宿舍推心置腹的聊了好久，希望那个神秘人物给你和大家一个给谋士递简历的机会。我们在一旁真的听 you 了。今天来吃饭真的损功德了，一边吃一边看彭丽丽和马屁精拙劣表演。好啊你，你彭丽丽给我演上了。周一我让你直接在我谋士集团社死。 我呼了一口气，在路边买了一个抹茶冰淇淋，咬了一口，然后又给助理打去电话，通知集团高层，下周一开始我回公司上班。周一上午九点，彭丽丽背着最新款的香奈儿上了等在校门口的一辆凯迪拉克。两分钟后，她发了张脸贴上车标的自拍到朋友圈。 早起去上班的第一天，fighting 半小时后，又把一张举着谋士集团员工证的照片发到校园论坛，笑容得意万分。狗腿们的彩虹屁从周末的饭局吹到了现在，吹得彭丽丽快上了天。羡慕我已经说倦了，丽丽啥时候能带我们去见识一下传说中的神仙公司呀？小意思啦，彭丽丽回复。 我看到忍不住发笑，没事吧他？他以为我的集团是他家吗？高科技智能安保是摆设，可笑！嫌弃我回集团收拾他的速度太慢了是吗？放下手机，我喝完最后一口豆浆，骑了辆山地自行车迎风而行。刚走进集团大厅，我肚子突然就开始不舒服。 莫不是早上豆浆喝多了，还是昨晚睡前炫的小龙虾惹了祸？我快速冲去了一楼的卫生间，痛快地解决完肚肚与美食的矛盾，准备起身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语气中满是慌张：“再给我三个月，我已经入职谋氏集团了，是真的，千真万确。” 就是那个驰名中外的谋士集团。我三个月后试用期一过，年入五百万，能立刻还你们钱，欠钱还买香奈儿最新款，还妄想过试用期？别别别，求求了，不要把我的裸照发出去！我这个月实习工资两万元，也能先给你们做利息。我知道不够，但也是钱不是吗？ 行行行，我不敢嘴硬了。我去求我新男友，他是谋氏集团的总经理，我手上有他们的把柄。好家伙，彭丽丽到底欠了多少钱？新男友，总经理，把柄。表哥谋远大概可以和彭丽丽一起滚出谋氏集团了。我从里间走去洗手台，慢悠悠的洗手。 在电话里求饶一番后的彭丽丽也走了出来，看到我后，她嚣张又惊讶的大喊，和刚刚的她判若两人。沈哥，你也怎么在这？勤工俭学来这做保洁？哈哈哈哈，挺适合你的，毕竟你喜欢吃路边摊。我把手上雨水甩到他脸上，傻逼，我手上有清洁工具吗？看你嘚瑟样！ 或许是想再被我扇嘴巴，一个还是两个？彭丽丽向后退了一步，尖叫：“我刚补的妆，你怎么说脏话呀，沈哥？你做保洁的事，我帮你保密不就成了吗？”我甩烘干了手上的水。你这种脏人，当然只能配脏话呀。嘴在你身上，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最后需要担责，以及。 我也可以和别人说你裸照的事呢，你，你刚刚听到了多少？没证据的事，你可别乱说哈。彭丽丽牙齿有点打结，我没回他，离开了卫生间，坐上专属电梯去了十八楼的董事长办公室。高级特助李彤给了我地上一盒沙拉。沈董事长，那下午就让牟远和彭丽丽办离职吗？ 我现在改主意了，先安排某远现在就去日本出差，然后我也以实习生的身份去商务部。我倒是要看看彭丽丽手里有什么把柄，以及她能掀起什么风浪来。李彤又给我递了一杯菠菜汁，那这下可就有意思了。我看着绿色液体，眼前发黑。我要吃肉，我要吃烤冷面，关东煮。 董事长，可是您自己立了减肥的 flag。下午，商务部正在开会分项目时，我被李彤带入会议室，介绍我的实习生身份。尽管上午内部已经知会了集团内部这个消息，但几个经理和员工还是露出了诧异的眼神。但最惊讶的是彭丽丽，她的眼里满是敌意。 谋士集团商务部每季度入职的实习生，明文规定了只有四人，现在怎么还空降一个了？以及居然是一个爱吃路边摊的贫困生。其他三位实习生也向我露出了防御和戒备的眼神。谋士集团的安排需要向你一个实习生交代吗？贫困生，才实习不到一天。 你就想搞职场霸凌了！一组经理记一下，这位实习生再有此类问题，立刻结束实习。李彤拿出御姐范呵斥，几位经理连连点头。彭丽丽瞬间低下了头，对不起。我拍了拍身上私人定制套装上的刺眼阳光，从容地坐到了彭丽丽对面，笑意盈盈地朝她开口道。 管好你自己，彭丽丽想回嘴，又被李彤的眼神给吓退。之后，我和彭丽丽分到一组，其他三人为一组。每组按工作表现和业绩进行末位淘汰制，去留三个月后见分晓。其实，一般五轮面试招进来的实习生都是优中择优，如果没有什么大差错，都能转正。 现在分组考核，纯粹针对彭丽丽。太阳西下，美妙的提示音乐渐渐响起，要下班了。我们集团倡导天大地大，下班最大。快到十七点时，老员工陆续开始收拾东西，新来的实习生有点不太习惯的观望着。彭丽丽反而表现起来了，埋头做起了 PPT。 具体项目都还没分配，他做空气呢。十七点整，我拿上头盔，准点下班。你这个空降兵怎么好意思先走啊？彭丽丽又作妖了。我不想因为他打破我准点下班的规则。会议室里对他发出管好他自己的警告，似乎也没有奏效。我朝他比了一个中指，飞奔向我的自行车。 十分钟后，红灯间隙，彭丽丽坐在一辆出租车上，摇下车窗：“沈哥，你到底是怎么进的谋氏集团？不会是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吧？对对对，特别不正当！你快去举报我！你不是要加班吗？怎么才十分钟不到就出来了？早上不是坐了一辆粉色的凯迪拉克吗？” 现在怎么打出租了呢？你的新男友呢？听说是谋士的经理呢？你不怕我举报你用了什么不正当手段入职谋士的吗？办公室恋情是职场大忌，你不懂吗？上周末包房请客的钱是你自己的吗？不会也是通过什么不正当手段换来的吧？你身上穿的香奶奶也是不正当手段换来的吧？ 香奶奶知道被你穿，她估计得在西海岸地底下大骂一声晦气呢。我戴着墨镜一顿输出完，绿灯一亮就骑走了，根本不等他回话，气得彭丽丽在后面嗷嗷叫。回到宿舍后，我把刚刚在路上买的鲍师傅分给李岩和齐妙妙一起享用。我们仨吃的正开心时。 彭丽丽边打着电话边气鼓鼓的进来了，好像是在给她的新男友某远告状呢。但某远那边好像很忙，没怎么听他说就给挂了。我嘎嘎大笑，是我叮嘱李彤特意安排的，务必让某远在日本忙到四脚不沾地，更无法回国，我才能在国内找出彭丽丽所说的证据。 以及好好收拾他一顿。我又炫了一口蟹黄小贝，好好吃呀！彭丽丽气得冲到我面前：“沈哥，你等着，有你好看的！”正在炫白桃小贝的李岩和秦妙妙愣了几秒。彭丽丽好像不想再装了，我又吃了一口小贝，然后笑着接招：“奉陪到底。”两周后。 我和彭丽丽跟进的项目进入商务谈判阶段，对方是白氏集团下的新公司，负责人是白燕西，白氏少东家，以及他也是我的小学同桌。白燕西从小是学霸，认死理，但和我一样特别喜欢吃零食，却被他父母严加禁止。 所以每次从我这分走一半的美味零食后，简直对我唯命是从。比如替我抄笔记、写作业、值日、排队买明星的周边、替我上辅导课、替我跑十公里买糖炒栗子、替我学爵士舞，然后回来又拆分了动作教我。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 等上了不同大学后，他开始练腹肌了。不光婉拒了我给他投递的美食，还约我一起健康饮食。只要我答应，他依然可以做我的小弟，帮我做事。我一整个大拒绝，怎么可以辜负美食呢？我有一整个集团的员工和小弟可以差遣，不差他白燕西一个。 之后，我还跑出去狂吃了一顿烧烤，然后发图给他，表示划清对食物认知的界限。这次商务谈判前，白燕西也给我发微信，说会对这个项目严格考核，所以我得做好策划案。在商言商，我认真回复，当然没问题。谁让白氏在科技领域拔尖呢？ 我们谋士用了他家专门设计的高科技智能安保系统后，七八年了，内部都没出现过任何一次治安混乱和安全事故。我父母在世时也多次叮嘱我要和白氏保持长期合作，但白氏每次项目合作都会全方位严苛考察，连我驰名中外的谋士集团都不例外。没办法。 谁让我们谋士想要拓展新领域呢？所以给组经理让我和彭丽丽都充分调研，然后各做一份策划案辅助他的总方案。在和白燕西开会前，我们内部先过了一次会。客观讲，彭丽丽的业务能力是有的，她把谋士的会展业务与 VR 科技相结合，找出了新的切入点。 使所有人都耳目一新，于是决定正式谈判时用他的方案。然后他打头阵讲解，经理总结和收尾。开会前，我去了趟卫生间整理仪容。刚刚准备离开时，又听到了彭丽丽在打电话，无语了。他又躲里间求人了吧？我侧耳一听，远哥哥。 谢谢你帮我付了我爸的化疗费，还帮我想了那么妙的方案。我今天一定拿下那个项目。所以你能不能再给我透露一些关于白总的喜好呀？马上就要开会了呢。白总的不清楚，那我们董事长的你也可以告诉我呀。好好好，我听着呢。他爸的化疗费。 上周秦妙妙还偶遇他去迪奥柜台买新包呢，所以他的裸贷欠款被某远还了，还顺带搞到了买新包的钱。最让我无语的是，那个与众不同的方案也是借某远之手，还想知道我的喜好，想通过阳奉阴违的手段留在我谋士集团，真的是太天真了。他早已和我结下梁子了。 想巴结的机会都没有了，好吗？开会时间快到了，我不着急点破，一会先看看他怎么表现吧。总之他是真的不能留了。十分钟后，我彭丽丽经理和白燕西和他的特助对面而坐，我给了白燕西一个眼神，他看到我实习生三个字的名牌后，比了个 OK。 还不让人察觉的秀了一下胸肌，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这该死的默契！双方简单的进行了一番商务互动客套后，一组经理让彭丽丽上前讲解。彭丽丽娇俏的小脸却突然面露难色，支支吾吾的说：“方案弄丢了。”她一侧身，抬起了染了暗紫色指甲的手指向我。 我有证据，方案被沈同学弄丢了。我非常好，甩锅和捅刀到董事长本人上了。对面的白燕西一整个大震惊，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彭丽丽。彭丽丽楚楚可怜地接着说：“上午我们内部过完会之后，我肚子不舒服，我麻烦沈同学关电脑和投影仪。我以为会没问题的。” 就在刚刚，我发现方案全不在了，甚至我的 U 盘也不在了，我都来不及说。然后，这是我在沈同学办公桌收纳盒里发现的 U 盘，他把拍下的照片亮了出来，我忍不住笑了，白燕西也笑了。来不及报备意外状况，却来得及拍照。彭丽丽刚想辩解，却被头顶已经冒汗的经理抢白。 让白总看笑话了。这样吧，彭丽丽，你先出去，我们其他人接着开会啊。沈哥同学不是故意的啦。彭丽丽万分诧异，经理摆了摆手，暗示彭丽丽快点出去。我以为彭丽丽会憋什么大招给我呢，想不到这么低级。彭丽丽悻悻离开后，经理主讲项目策划方向。 我在一旁补充和收尾。三十分钟后，我们成功拿下了这个项目，合作愉快啊，沈董事长！我请你去健身。白燕西朝我伸出了手，愉快可以，健身就不必了。白总，我礼貌回握过去。那我走了。白燕西似乎有点恋恋不舍。我看向他和一旁的特助。 想留下吃瓜，白燕西摆了摆手，笑着朝着会议室门口走去。他脚才踏,踏出会议室两步，就被路过又不小心摔倒的彭丽丽缠上了。白燕西警惕的一躲，彭丽丽弱不禁风的直接倒在了地上。她现在看上去的样子，可怜是真可怜，好看也是真好看，但更多的是搞笑。 我耳边响起了那句：“齐贵人愚蠢，却实在美丽。”正经公司不吃这一套。我也最讨厌心术不正的人。他这么低的段位可以把谋远拿下，但还想进攻白燕西，真的是太天真了。我拿出手机，拍下彭丽丽躺在地上的照片，直接发到了班级群。打发走白燕西之后。 我直接回了十八楼的董事长办公室，我瘫坐在办公椅上。刚开会回来的特助李彤见到我后，立刻喜笑颜开。董事长，实习生体验感受如何？我给您偷偷点杯奶茶，阳光刺眼不？我把窗帘拉上，我眯起了眼，抬了抬下巴。李彤会意。 现在就让人力通知那个彭丽丽结束实习吧，真的太无趣了。我以为他会有啥大招了，想不到都是些三十年前狗血电视剧里都不会出现的桥段。那他之前说的把柄不找了？李彤合上百叶窗问我，没什么好找的，估计也是些上不了台面又对我们集团影响不大的昏招。行。 我这就去办。李彤是我的高级特助，也是商务老手，他的工作能力能让离世的父母和我都满意。我相信他也能解决好彭丽丽这事。半小时后，我正一边吃着午饭，一边喝着李彤偷,偷偷给我点的珍珠奶茶刷手机，一晃眼。 看到了彭丽丽在校园论坛上抹黑诽谤我的帖子，标题是“坐上老男人宝马车的优等贫困生沈某空降某市集团商务部实习时毁掉另一实习生的工作成果却相安无事”。同步配了图一，很久之前我在学校附近坐上管家开着宝马来接我的图，画质很包浆。图二。 我办公桌收纳盒里放着彭丽丽 U 盘的那张图，画质非常高清。图三，白燕西，她的高级特助，商务部经理，我们四人在会议室笑作一团的握手照，画质很摇摆。IP 还是匿名的，这也太搞笑了！谁都看得出来是彭丽丽发的，有必要匿名吗？ 我接着看到下面的跟帖评论，我靠，不是吧？沈哥居然也去了谋士集团实习，这女的怎么有八百个心眼啊？怪不得能占着第一名一直不放，说不定也是上了什么车换来的。人还真不可貌相啊，那么质朴，那么喜欢吃路边摊的贫困生，能和白氏的少东家谈笑风生。 段位有点高哦。话说回来，同为实习生的彭丽丽太惨了吧？她不会就是被陷害的那个吧？刚刚沈哥还发了一张丽丽躺倒在地的照片，不会是丽丽被他欺负了吧？美强惨丽丽本人没错了。我再往下刷，看到了李岩和秦妙妙的实名发言，你们在乱说什么呀？沈哥不是那样的人。 谁说喜欢吃路边摊就是贫困生了？之前抢了贫困生名额的人好像是彭丽丽吧？抢奖学金的也是她？考不过别人就诽谤是吧？说不定彭丽丽是被自己毁了的呢？说不定是彭丽丽自己倒在地上呢？你们披着马甲跟铁造谣算什么本事？还是你们就是彭丽丽本人？我有点小感动。 我一直都不方便和李岩和秦妙妙说我的真实身份，他们依旧真诚待我，在我被诽谤时还能第一时间出来帮我回怼。我把帖子转给了法务部总监，让他截图存档取证，然后打了电话报警备案，顺带请警察来一趟谋士集团。李彤给我打来电话。 说彭丽丽在人力办公室哭天抢地，要请董事长我吃一个道歉饭，请我吃饭，没事吧？他之前他不是斩钉截铁的回复我，打心里觉得我不配出席他的饭局吗？我打开电脑上的监控视频，看到彭丽丽坐在地上哭花了妆，真难得。我是某远的女朋友。 不不不，我是某远某经理的未婚妻。他说我们董事长很喜欢吃美食，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董事长，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请他老人家吃个饭，当面解释道歉一下？吃什么都可以，日料、西餐牛排、泰国菜、广东菜、湖南菜。哦哦。 牟经理说：“董事长最喜欢吃云南菜，我请董事长吃云南菜好不好？”彭丽丽嘴里不停的重复着这些话，一旁的人力总监和助理哭笑不得。李彤在那边给安保总监打电话：“行，一个午饭时间。”彭丽丽成功的立下了搞笑女士人设，一边发帖诽谤我。 一边哭着喊着要请我吃饭，既然我也请了警察过来，那我就当面去拒绝他吧。同时，我把校园论坛上诽谤我的那个帖子转到班级群。我知道不少同学有参与讨论。半小时前我发在群里的那张彭丽丽到地图也引起了他们的好奇。我打开了直播摄像头，提醒全班同学观看。 我现在就好好的让他们观看并学习一下随意污蔑、诽谤人的后果。我举着手机来到了人力办公室，看直播的同学从几个变成了十几个，同时有人在录屏吃瓜转播。彭丽丽还坐在地上哭，拿着手机不停地给某远打去电话。看到我后，他还想冲上来打我。 都怪你，沈哥！一定是你在我背后乱捅刀子，一定是你，不然我怎么可能得罪董事长？我连他的面都没有见我，我他被李彤一脚踢开。李彤的气功果然没白练，力道就是大。早知道我也应该去练气功，之前在宿舍打他那两巴掌力道不足。 人力总监和他助理一字排开，喊了我一声“沈董事长”。彭丽丽诧异地抬起了头，看向我，又看向人力总监。“什么？刚刚你们喊他什么？”彭丽丽的语气从质疑转成确认。“董事长。”我把手机摄像头对准了他，“到底是谁在背后乱捅刀子啊？是你彭丽丽吧？” 彭丽丽还纠结在我的身份，你到底是不是董事长？对，我就是董事长。听说你要请我吃饭，之前你不是说我不配参加你的饭局吗？再说了，请我吃饭你也配？彭丽丽还是不信，怎么可能？你不是姓沈吗？再说了，谋氏集团的董事长明明是个喜欢吃美食的老人家。 谁说我是老人家了？路边摊不是美食吗？哦，你看不起路边摊来着？还有我的集团姓谋或者姓沈，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到。加上你诽谤我的帖子，拘留一个月完全没问题。彭丽丽慢慢的瘫坐在了地上，像是接受了这个事实，然后又大叫了起来。 我有你们谋士的把柄，你们不能开除我。我再次把手机对准了他，快说说看，又是什么低级招数？沈哥表妹，丽丽有眼不识泰山，你这次就原谅丽丽吧。谋远不知从哪窜了出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李彤，把他挡在身后。”谋经理，您日本的业务没处理完吧？ 以及在工作时间最好称为董事长为沈董事长。我把手机镜头对准了某远。我原谅他，是该原谅他栽赃陷害，差点害我们的项目搞黄，还是原谅他发帖诽谤造谣我呢？可是丽丽她怀了我牟家的孩子，你知道的，我和你嫂子备孕多年一直都没有成功。牟远的声音渐渐变小。 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饶过他一回？我请你去吃十顿日料，这就是彭丽丽的把柄。我忍不住发笑，她彭丽丽怀了你谋远的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以为我的集团叫谋氏集团就可以袒护你们牟家所有人，包括你乱搞出来的野种？再说了，谋氏集团为什么叫谋氏集团？ 你不是很清楚吗？马甲穿久了，真以为是自己的了。我爸叫牟远方，多年前入赘沈家，和我妈十分恩爱，然后生下了我。他和我妈一直打理着沈家的企业，我妈占股百分之九十，他和我爷爷各占百分之五。但在我初中时，我爸妈在一次豪华游轮上发生了意外离世。 但早在他们生下我后，就立下了遗嘱：如若发生任何意外，他和我妈的股份全给我。爷爷感念我爸的情谊，把沈氏集团更名为谋氏集团。十多年来，业务慢慢扩大，谋氏集团在国内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同时，爷爷会帮扶我爸的亲戚那边。 把类似于牟远这样的表哥送出国留学，回来也放在集团里扶持和培养。牟远虽然业务能力不错，但私德却不行。现在他还真把牟氏集团真当自己家了。牟远，我警告你，你给彭丽丽开绿灯，通过实习生面试本来就已经违背了集团公平竞争的入职协议。 法务早就取好证了，我随时可以把你给开除了。以及你和实习生搞婚外情，挪用公款包席私房菜馆替他摆谱充面子，为他还的裸贷欠款，以及买的名牌包，再把商务机密告知他，成了他欺骗我们的手段。这每一条就能把你送进监狱，也能让你以后在这个行业无法。 立足，彭丽丽在一旁已经脸色惨白。沈哥，沈董事长，求求你原谅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原谅你？你配吗？你栽赃陷害我的那些小把戏，如果放在其他实习生上，他们不就中招了吗？之前李岩和妙妙的奖学金不就是这么被你抢走的？你多在我集团待一天。 都是对其他任何一个靠着真才实干入职员工的侮辱。现在你和牟远一起被开除了，两位警察被李彤带了过来，法务也把牟远和彭丽丽违法违规的相关证据递过去。我和警察打了招呼，表示现在就可以带走牟远和彭丽丽。彭丽丽还不死心，哭着朝我喊：“沈哥！”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看在我们是同学加室友的份上，饶我过这一回吧。如果可以让你消气，你像之前那样再给我两巴掌都行。以后我天天陪你去吃路边摊，好不好？我平静地回了一个字：爬。谋远也不甘心地吼了起来：“表妹，表妹，你看在我死去的表叔的面上。” 能不能放过我们，或者单独放过我？我冷漠的回复了三个字：“你也爬。”我说“爬”是希望他们快点滚。想不到他们居然真打算做出爬的姿势。两位警察看不下去，把他们两个捞了起来，离开了谋氏集团。谢谢，有被笑到了。狼狈的彭丽丽和牟远被警察带走。 手机里的直播也一直没停，我一看，观看人数已经涨到了九九九家，原来只有六十人的群，瞬间涌入了几百个其他班级的吃瓜群众，同时链接还被贴在了校园论坛上，无数条评论一直在刷新，这瓜吃的太刺激了，两极大反转。 所谓的贫困生才是集团大佬，还是董事长本人？立白富美人设的彭丽丽居然欠裸贷，还怀了已婚男的孩子，女大学生的脸都被她丢尽了。所以这是我离谋士集团最近的一次。我们好歹也是国内二幺幺投递的简历，可以得到回复吗？我和董事长是同学和校友耶。 彭丽丽太绿茶了吧！一开始不想请沈董事长去吃饭，后面又跪求着请他吃饭，用的还是谋士集团的公款。搞笑女喜剧人实锤了，搞笑女是褒义词，别侮辱搞笑女，懂？所以出轨男和造谣女是要去踩缝纫机了吗？能不能帮我给还在里面的哥哥带个话？人果然是不能貌相啊！ 彭丽丽这么一弄，还能顺利毕业领到毕业证吗？话说，董事长都吃了我们学校美食街上哪些美食呀？我想去打卡，顺带想偶遇一下沈董事长，想来个现场面试呢。扒出来了，之前沈哥同学穿的都是高奢定制款，偏暗色系，我十年的工资都买不起的那种。 我也去扒了一下沈哥父母的爱情故事，眼睛尿尿了，呜呜。所以彭丽丽和那个什么谋远要赔谋氏集团多少钱？请问现在转去沈董事长学的专业还来得及吗？落日又照进了谋氏大堂，下班时间到了。我像往常一样骑着山地自行车回宿舍，路过彩票店时。 我又进去买了几张彩票。今天清理了集团内部的垃圾，驱赶了晦气，高低能中一次吧。然后我又买了路边老爷爷摆摊卖的白草莓，带回去给李岩和秦妙妙吃。回到宿舍时，李岩和秦妙妙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对我的身份那么的惊讶，他们像往常一样留了一些我爱吃的小零食给我。 我们仨边吃边看综艺，然后一边聊工作，一边八卦。他们告诉了我，已经找到实习和拿到了 offer。我的两个善良室友本来就很优秀，所以我也不再因董事长的身份，却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份工作而有负担。毕竟，谋士集团和业务，和我们现在的专业以及他们的兴趣本来就不趋同。 但以后我会努力拓展新领域，希望有朝一日能和他们在职场上成为并肩作战的队友。同时，我会分别在他们工作的公司投资各五百万，希望他们工作时可以有底气的做自己，展示自己才能的同时，安心发挥价值。吃饱喝足后，我拿出彩票。 在他们的注视下刮开，又没中。半年后，我们顺利毕业，我正式回了谋氏集团工作，全权负责把控集团的业务。李岩和齐妙妙也在各自的公司转正入职。时不时的，我们仨会偶尔小聚一下。蹲了五个月监狱的彭丽丽流产后延期毕业，估计只能在下一年。 或者很多年后才能拿到毕业证书吧，但他好像是不想毕业了，听说又去搞代孕业务去了，这违法好吗？女孩子本应该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以及名声，好好的一个二幺幺的大学生，被他霍霍成现在的样子，就像和自己有仇一样。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是他爹妈。 只要不再损害到我集团的利益，我就没必要管教他。毕竟尊重他人命运，放下爹人情节才能大口吃饭。大家都知道的，我很爱吃。几个月后，我又拿下了白氏集团的几个新项目，对接人还是白燕西。他每次都要提一个附加条件，我陪他去健身，他公司可以入资一千万。 搞笑了，我谋氏集团缺的是钱吗？缺的是你白氏的技术。技术我已经拿到了，我还健什么身？多吃美食才是正经事。小学时一放寒暑假，我爸妈就会带着我四处旅行，寻遍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某次。 我们目睹了流浪儿童因一碗米粉在街边厮打后哭泣，我爸妈看着心疼，给他们买了十几碗米粉，他们吃得狼吞虎咽。最后，我妈决定救助他们。很多年后，他们从我爸妈捐赠的学校寄来信，信上说那是他们吃过最饱的一顿饭，他们也会努力学习，回报社会。 我妈给我读完信后，喃喃自语：“美食藏于陋巷，只要用心做，路边摊也很好吃。”我爱吃路边摊的味，估计就是这么培养出来的。后来他们去世，我一个人常常四处找寻各种好吃的，不知道是因为吃的时候会缓解对他们的思念，还是我的胃已经离不开这些东西了。但我确信的是。 每一次把烤冷面、关东煮、肉夹馍、烤生蚝、鸡蛋灌饼、串串、云南乳饼等各种路边美食嚼碎吞咽下去的时候，我是真的很快乐。谢谢啊，谢谢这些美食治愈了我。一个粉蓝色天空笼罩的傍晚，我飞到西双版纳的一个烧烤摊上，吃着十品烤豆腐。 能不能分我一半？我左耳边响起了一个熟悉的男声。我转身看见了白燕西，他的肌肉比之前更健硕了，但还是一副人畜无害的脸看着我。我朝五百米处的福利彩票店指去，示意他买回彩票才能吃。他点头如捣蒜，然后快速跑去买回了一张彩票，认真选了吗？ 他摇摇头，见我瞪眼，又点了很多次头。那快刮开啊！妈呀，中了一千万！白燕西一年才买一次，就直接中了一千万。我一年买了上百张彩票，五元都没中过。看来星座运势不是很准呢。我气得把烤鸡爪炫进了嘴里，分我一半吃的。这一千万。 就是你的白燕西开始哄我了，我把烤的外焦里嫩的豆腐递给他，又分给了他半个美味的柠檬烤鸡爪。那我就替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了。所以朋友们，快把你家乡好吃的路边摊美食告诉我，我拿着这一千万来找你，请你干饭，邀你共享这人间美味啊！再或者。 去你们那里开个分公司也可以，所以快交出人间美味的地址和名字吧，我一定拿小本本记下。